用刚才的那个方式，如果我们也写一个字在上面哈，然后这边再写上面，对，这样也可以。啊，譬如说，对，你知道写个心好了，你知道心它的篆书哦，它是像象形的文字哦。对不起。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哈，我们的心，它的篆书哦，它篆书都是要那个回锋很多。篆书。耶，心，你看不清吗？在画图，两个蛇。所以以前的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哦，是的。我要为他去上课，看这样好吗？好，这样就一个心。好酷哦！对啊，嗯，很像心脏哎。对啊，很像心脏哈。然后这边就开始写。哦，这样开始写。对啊。嗯，还是看得懂的。外行人看不懂。哇哦！然后这边，它就是字哈，平常我们字会都大小都弄得差不多，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写，比较不一样哈。把专心。所以你会看他笔毛一直在张开收起来哈，这样你的字也会有变化。